好，我们要离开重庆了。嘞，要回到贵阳啊，我们要到贵阳那边去，然后从贵阳坐高铁去广州买车。哎，嫂子走了，拜拜。好嘞，好，吃毛肚，好 ，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一大早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个贵阳火车站北站啊，然后从这边要坐车去广州那边去买车。昨天呢，我们就从重庆啊开车到贵州，回贵州，因为我们要把房车放到这边，所以说我们要开回来。开回来了之后呢，然后肉左呢他在家陪浪浪，我呢就一个人去广州买车。哇，走到了最后两节车厢，第十五号车厢。终于是到了。要安全。这就坐了。到广州了，我现在来到了广州南站，现在打个车去酒店，在离南站10公里的地方，然后咱们的车也是在那边，先到酒店把房开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停车的地方去看一下车先。哇，这边人好多，乌泱泱的全是人。哎呀，到酒店了，我去，啊，我休息一下，然后要去那边看车去啊，先把车看了，然后再询问一下这边他们这儿有没有做核酸的，落地做个核酸。然后交易的话是要明天才能交易啊，因为他这车主今天有事，然后明天要上班，然后晚上交易，然后呢他已经把车停到了他们这边是有个他们车队的一个改装厂，就停到这边了，就离我们住的这个酒店不远了，就订到这边也是为了方便提车看车。然后一会儿我去先把车看一看，然后明天呢再试驾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下了。像这一次买车其实还是有像我们当时提大白的那种冲动的啊，就是心情很愉悦啊，就很舒服。对，看了一下，从这边过去只要526米就可以到了，步行就可以过去了。在酒店休息了一下，现在我们出来走过去看车去。这边还有一家猪杂粥，这个宵夜可以搞一碗啊，猪杂粥。到了，这辆难道就是我的车吗？力量团。哦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，应该是这一辆。哎，我不知道是哪一辆。哦，对，
问问。你好，老板，请问这个是王哲阳的车吗？对啊。哦 ，OK，OK， 我是过来买车的。啊。啊。现在是。让我帮他跟一下那个线。啊。啊 ，OK。看看这辆车怎么样？啊。全车防爆漆。对。哇。你们这是？专门越野改装的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，以后可以、啊、以后我还要弄啥、嗯，也可以过来这边弄啊。嗯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贵州，对，贵州，嗯，刚刚到。好、嗯啊，好，我先去驾驶位看看。你先看看车吧，超爽的防爆漆。其实如果说我要不是买它改好的这个，我可能都舍不得去喷防爆漆，很贵啊。这个喷下来的话要1-2万块钱，光是防爆漆。他这个车，他跟我说他改装花了12万啊，改装花了12万。你看这个，换挡拨片都已经换了，看超爽的，啊，对讲机也有，全都是现成的啊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以后我们的战车了，超爽的，车况非常棒，车况非常棒，超爽。一个大屏，以后都不用手机导航了，直接可以投到这上面导航。然后这边的，哎，哦对，看后桥差速锁，后桥差速锁，可以吧？然后这边还有个副油箱，这是副油箱的油表。我到时候得问问，问他副油箱是多大的，总共有多少？帅哥，你知道他这个副油箱是多大的吗？就是总共油箱有多大？100升，总共有多少升？100多升。原车的是70几升，100多升啊。哦，就加起来总共100多升是吧？对。哦。那像这个车的油耗的话，100多升大概能跑多少公里？它油耗的话，43-25个油左右。啊，100升的话，十几个油。1000公里。嗯，可以。1000公里，可能1000公里不到。刚走没多久是吧？过来接这里就是。嗯，他等。他等不了我，对。哎，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看看底盘，底盘没有怎么改啊，但是这个减震器改了，啊，单体减震，啊，看看，氮气减震，超爽，这个离地间隙，是吧？看起来就劲爆啊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评论转发。这个保险杠也是换过的，这个保险杠换过，这个是一手车，到我这二手，这个整个车况都非常非常好。它这边还有这种，这个应该叫什么什么格子板，就是可以放很多越野的那些工具啊，还有那些
别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放。然后七座的，看，这是座位，七座的，无兄弟，无越野，然后公民铲都直接装在上面的啊。但我呢，到时候还要搞一个脱困板，还要搞一个脱困板。超级爽。哎，这个是个啥？是口香糖。这是个口香糖。啊，这个车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爽？以后就代替大白载着我们出去野。好，我先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啊。我们明天等车主过来了，我们再开出去试车。耶！宝宝，欢迎您使用智能车载导航，旅程要开始了。这个发动机一听就没啥问题。下去搂一眼，对呀，发动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 OK 的，好的很，莱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其实都想开着走了。现在就想开着走了，超爽的。哎，我去，触摸的。然后天窗，行车记录仪也有，就是他把所有需要改的地方全都改了，我们到时候就只需要开着出去 happy 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再来看看行驶公里数，行驶公里数是74332公里，2017年12月份上的牌，这个车。到时候明天的话，我们要开着它出去先试一下，试一下完了之后呢，然后要让它教一下我怎么去用这个绞盘啊什么的，对，这些都是需要去教一下，因为没有接触过。哇，电池包都是这样，有个防尘罩给它罩着的。给你拿到这个车是吧？谢谢谢谢。啊，你是？你看这改装件的东西。你是老板是吧？给你值啊，来改装件的多少钱啊？对对，我说看着蛮好的。是啊，就算是给你拿对了，是喜欢上的人才知道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不是玩越野的，你不知道，这个改装件是很贵的。对，对。改装件跟车差不多了，所以是是。别管他车怎么样，到时候自己找一下。是，我觉得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对，对我看了一下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内外都挺好。哎呀，他玩改装的，因为他这改装件很好，他这车对车不会说很太大的影响，就肯定的。啊，这改装这都是加强件来的嘛。对对。
错的，这脚管疼吃。对，这个车改的也很猛啊。涉水喉也改了，也是后改的吧？涉水喉。啊，这个肯定的。防爆漆。完就好。这个车是不是抬高了呀？整体都抬高了。是啊。我觉得好高啊。高了。啊。这是 MT 胎是吧？嗯。MT 泥地胎。哇，这边还有猪脚饭，嘿嘿。这边是一个村，看他们这边的这种建筑，就是广州这边的这种村子。这边在番禺。OK， 到了，就在这边。我们看到核酸检测处。哇，终于是弄完了。看我这个汗水，在这填填信息，填的出汗了，搞了一堆，填了好多。先是要申报来广州，然后又要注册他们这边的这个做核酸的，给我汗都填出来了，终于搞定了。